我是电影网主编 Chris， 探案他的小鬼们呢，是一部让你学习和你的情人、伴侣、家人、朋友一起克服你人生中所碰到的困难的电影作品。美国独立电影《他和他的小鬼们》描写美国中途之家的感人故事。这个电影从女主角 Grace 她去出发，其实她自己就是整部片最大的问题所在，必须要透过她去管理这些问题少年，去检视自己没办法去面对的那些困难。Wat ik al heel mijn leven van bezeten ben, dat is van Amerika. Van waar dat ook zijt, je komt daartoe, je kunt gewoon opnieuw beginnen. Dat is een land van dromers. 每一段关系不是像好莱坞多数的爱情片，永远都是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你要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拥有的幸福，都是来自于那些挑战之后。本周推荐两部电影，《他和他的小鬼们》和《爱的余烬》，让你相信爱的力量。3月28号下午4点，晚上10点半，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